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第23句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。昆虫是动物，草木是植物。昨天呢，我们讲到的时候，这些小昆虫、蚊虫、蚂蚁之类，世出世间的圣人呢，让我们养慈悲心，不仅是小动物，要爱护它，草木、植物也要慈悲爱护。这个慈悲心才是真的。爱护动物的人有，能够说连植物都不伤害就比较少了。这个注解里面引用语言觉经的话说明，情与无情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这个话很难懂，但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我们仔细去思维去体会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，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相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都是从心想生，由此可知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也是大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就是共同的一个生命体，植物当然也不例外。楞严经上更说得好，他说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。这个几句话可以把它用来解释华严经上的八个字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参看，意思格外明显。楞严上还说得更微细，它是其中乃至草叶举集即其根源先有体性。草叶是植物，履节是四象啊。我们拿一个绳子，拿一条线，打个结，这是四象啊，都有它的根源呢，都有它的体性呢。体性是什么？法性。根源是什么呢？自性。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
这个就是佛知佛见啊。入佛之见的人，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佛位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的见解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就叫做入佛之见。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，那你就是上上根人了，上上成佛。我们从凡夫地顿超到如来地，顿超到化身大士的地位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？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，能不能转得过来？大乘经教熏习久了，这个光啊，是会像闪电一样啊，暂时放出来啊，也可能啊，这看个人善根不一样，善根深厚的人，放光的频率增加了，次数增多了。可惜呢，保持不住。这一念觉悟了，点头肯定了，第二念又忘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太重了。转眼呢，他就迷了。如果能将这个光明保持住，你就证果了，你就入佛位了，分证佛位啊。那么你的行持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。你对于一切小动物、植物啊，一片慈悲。跟对诸佛如来，跟对自己父母，决定没有两样。爱护蚊虫蚂蚁，爱护些花草，都像照顾父母、奉祀诸佛一样。你就是法身大士。如果你还有分别心，你是凡夫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，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的。我们看看过去这两千年当中，在中国祖师大德们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。他们也是凡夫，为什么能证圣果？就是闻法无间，修行不断。所以他能成就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我们这个两方面，
文法跟修行常常间断，间断力量就削弱了。如果再加上内里面的烦恼习气，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我们解行两方面的功夫几乎等于零啊。不但不能进步，天天在退步。一直退到阿鼻地狱。这个现象也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也看得很多很多。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，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经，实际上讲够不够？决定不够的。2个小时听经，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。所以佛法敌不过世法，清净心敌不过染污意。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。可是我们同学们，你们每一天在经教上下功夫，至少要8个小时，才能把我们的解门呢维系住、巩固住。8个小时研教，8个小时念佛。果然能够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地在干，3年5载我们不会输给古大德。这个事情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督促啊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督促已经不可能了。督促的教学是过去那个时代行得通，现在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督促你，也不敢督促你。在美国，做父母的都不敢训斥儿女。连小孩啊，5、6岁的小朋友啊，父母要是打他骂他，邻居会到警察局告状，说那一家的做父母虐待小孩，他还要判罪去坐牢。 你说糟不糟糕啊？做父母的不敢管儿女，老师怎么敢管学生呢？所以现在是什么社会？父母跟儿女朋友啊，老师跟学生也是朋友啊。
真正做到朋友的标准，那算不错了。说实在的话，朋友都谈不上。今天是这么个社会，所以修行能不能成就，完全靠自己。我们勉励大家，劝导大家，只有在讲经说法的场所，说说而已。你听了，就给你做这么一点增上缘，你听了欢喜，明白了，你照这个话去做。你听了不满意，你下一堂课可以不来。所以了解我们现前社会状况啊，真的能不能成就，全靠自己的觉悟，全靠自己克服自己的功夫。所以我常讲啊，这个地方的语言无比的殊胜。能够在这个地方的修学，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成就啊。这个地方有热心的护法护持，生活起居一点都不要操心，可以将全部的精神全心全力来办道啊！希求皆心相应，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拼命努力，三年五载必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我们要想到，世间有许许多多人呢，想求这种机缘，求不到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习，觉得那个机缘是相当不错了，比起你们充其量只有七分之一了。什么时候七分之一了？我们每一个星期跟老师同学在一块上课研究讨论一次，你们现在每个星期七次，所以我的缘分只有你们七分之一，你们比我多六倍，你们的成就应该也超过我六倍才对呀。不能超过呢，那是你们不用功，你们把机会放弃掉了。我在台中搞了十年，你们在今天这个机会这种缘分里面，一年等于我七年了，两年超过我太多了。我们在那个时候同学都是在家居士，都是有家庭有事业，每个人要忙着照顾家，要忙着工作，一个星期抽三个小时时间跟老师在一块听教学习，
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我们学讲经也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这一堂课三个小时，说天天上课，哪有那么好的命啊？由此可知，这个机会的难得。难得我们得到了，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呐。不但是经已闻，天天可以闻呐。这么一个小道场，一切经典具足啊，一样都不缺乏。缺乏的是我们对于机缘的认知。怕的是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认识。你不能把它抓住，你不能好好的利用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曾经劝过这悟道师、悟行师，还有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悟教师，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上各地方讲经说法，重大的牺牲，这是修一点福，在解行上是重大牺牲的。我也常常勉励他们要认真努力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同学在这边进修，他们将来必定落在你后面，而且有很大的差距。你们天天在这里锲而不舍，他要到处劳碌奔波，在解行上进步很缓慢，你们在这里解行进步快啊。世法佛法都要往远处看，看得太近了不会有成就啊，要往远处看，往深处看啊，真实的成就福慧双修，福中有慧，慧中有福，福慧是一，不是二。他们几位法师在全世界弘法利生，福慧是二，不是一，他活不起来。可以说是福多过慧呀。福报不能够超越六道，在六道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就难说了，要看你的功夫。五戒十善能够达到九十分，你所修的福在人天。五戒十善达不到这个标准，
你在哪里享福就很难讲了。佛在经上讲的话，句句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的。我们要能想得到，佛慧双修，佛里面没有私心，佛里面保持清净平等觉，那个佛里头有慧，能解决问题。佛里头有私心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彻底放下，就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这里头举了两个公案，诸位好好的去看，很值得我们反省。前面举了一个，佛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小蚌壳，他在旁边的时候也在听佛讲经，偶尔被人家无意当中踩死了，小蚌壳在地下嘛，因为他听经的缘故，所以他命中之后啊，升忉利天，做忉利天王，以后以忉利天王的身份再来听佛讲讲经说法，证虚陀洹果。这个故事告诉我，小动物有灵性，怎么可以伤害它呢？另外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出家人，道眼未开呀，接受一个斋主父子常常供养他。这个债主是吃长素的，死了以后啊要还债呀，就在他们家菜园现这个草菇的身，那个草菇就是他每一天呢，这草菇供养他的父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植物有灵性这个父子每天到菜园去摘草菇，没想到是以前供养那个法师天天去摘草菇，他天天还债佛法里常讲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那是讲变畜生，这说是变植物，要还债呀。所以世出世间法里头，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，绝对没有说占便宜的事，谁能占谁的便宜？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。谁吃亏谁上当？没有啊，因果通三世这一生人家占我们便宜，我们吃了亏了，没想到来生还有人还账的了，报偿的了，要懂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还债这个东西冤冤相报，还来还去，没完没了。
不是好玩的事情。开悟要紧，正果要紧，往生要紧，这个才是究竟了脱。然后回过头来帮助这些有缘众生。佛法说得很好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哪些人与我们有缘呢？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冤亲债主有缘呢。借的有恩是缘分，借的有怨也是缘分。我们欠别人的是缘分，人家欠我们的也是缘分。所谓的缘分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，还是这么一套啊。我们借的缘很多，赶紧啊要成就，再回过头来帮助这些冤亲债主，通通得度啊。所以自己一定要着重戒行并重，定慧等学啊，尤其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啊，不认真努力必定堕落，而且快速的堕落啊，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的。放下经本，佛号就提起来，就念佛。放下佛号，就展开经卷。每一天我们能够说是言教八小时，念佛八小时，我们的妄想自然就少了，没有时间去打妄想。希望我们同学们认真努力，不要辜负稀有难逢的机缘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讲到此。